一日一收掉，人家看无，我再告你，再告你，阿母，再告你，哇，你讲全部死的了，一千块怎么吃一千？一千啊！有人要吃冷食啊，无一千，一千块有人要吃，阿母你要提无？没没，还是要凉的，我来叫。有水吧，水就好啊。水，这冰的，我吃冰哦。好，吃冰哦。我跟你讲哦。你若甲我买一千个啊，我这只嘛无爱买啊，这只要送你啊。来签啊！我甲你麻烦一个四个甲我买买，一千块怎么整东西啊？有人要整东西啊？无一千块，卵丝一千块，一千块。好，我给你看。我只要搁加一只呢，三个甲我买买就好。一千块怎么整一千东西啊？有人要整东西啊？无一千。台下朋友，我恁家在偌济？阿杰。这堆东西要一千块呢，我这这两个是拍直立影片，一只东西要比你更高嘞，一千块一个人给我乱吃，直立影片贵，一千啊，一千块专门就一千，啊因为还要个别人，这个本来起来在直播的，还是这支叫 iPhone 是吧？这支 iPhone， 然后这支其实讲真正嘛，嗯，为了真单纯嘛，啊因为直播，只不过我要用物件好处理啊，好就换掉，您金贝等我这只过来，我这只过来。我真正唔好咧卖，吼、哦，来，全部三个人去食东西啊！你菜市啊问我嘛，一千啊，一千块、啊，一千，来收起后边，收起后边，收起后边，来，收起，来我免正常，啊，卖多少个来一包？没有这么正常。来，有人要食这个？来，今天完全正常。问一下吧，一个一千，忙起了。这大地哦，这大地，人家家己看，这大地，阿爸伊的下巴，用真的就好啊，这个大地。你本来你整一袋两三百块，这整件无六百块啦。无啊，我无买卖你六百，无买卖你五百，这人买就是先给钱三百块。来三百。三百块上面吃鲑鱼下巴三百块。不收了无啊？我两面吃鲑鱼的下巴无三百块。三百块够两面吃鲑鱼下巴三百。是我看今日正常。下巴够两面吃三百块，三百块。好过了，是吧？阿伯刚过一箱，改讲啦，先改讲啦。不是出二吗？我第一箱。青菜啦，这啊，今天看起来比较舒服哈、哦。你们今天看起来就舒服了，对不对？水温了喽。倒入这大片啊，我无炸，因为这阵啊，我拢咧冲一寡中秋节咧烘的物件，我一寡货无炸，我拢炸虾啊，炸一寡汤包的。啊，三百够两块钱。后面有人站出来了哈、啊，后面有人站到后面去，看看今天有没有办法扫掉。来，这拢送你，全部都招招了。你给钱给要紧的哦，给钱给要紧的哦。金龙三国的人给搞掉的，我这个上不了。卖楼啊，全差不卖楼啊，全部国的了。三百楼，来三百，我楼三百块。来，哥，我们吃三只鱼好了。鲑鱼的下巴嘛，这大地这水。沙发。沙发，哥，我们啊，大地啊，我未上料的，我再过年，我再过来，再过来，再过来，四个了。你跟你老公都觉得今天超级惊喜啊！你跟我冰个大大只，四个客人，真正唔免个考虑啊，真心的，真心的。沙发，我。今天人潮算不错，对啊。来沙发，哥，我们吃嘛。我现在想说，看一下，八点二十的话。最后两个，我还讲我上海无加沙地上面，看有没有机会扫掉。最后一个沙发无，最后这个沙发专门就是沙发。不客气啦，不客气啦。过来我白带你。